代表人民行动党捍卫盛港西单选区的蓝冰明医生在竞选集会上问对手工人党的许俊荣，上届大选结束后家住盛港西的许俊荣究竟为居民做了什么？在过去四年里，盛港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在我们的居民期待新主屋、新设施的时候，许先生，请问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在我们居民对政府和决定有疑问、有意见的时候，许先生，请问你为他们说了些什么？指责、挑剔别人所做的事情并不困难，重要的是，当居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